大家好，我是白神梦玩堂大叔。现在天气已经雨都停了嘛，所以呢，第一件事出去玩之前就是拆顶喽。这也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小白大家知道是我去年年底，对吧？第二台吉普摩尔，那还第一次拆哦，所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。首先咱们跑到前面来，拆前面的顶呢是非常容易的，完全不需要任何工具，后面需要工具，一会儿会细讲。我先从顺序来讲吧。首先大家看到这个东西。那分别呢？吉普上面有好几个地方有，这是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对吧？还有一个四个。那这几个地方分别呢？这是原来的，这里松紧都没有动过的，对吧？一打开就可以了。打开这里，打开这里，然后呢？打开这里，大家看到了吧？打开以后，前面两块板呢就露出来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最后再打开这里，看到没有？唐大叔一边拍，当然不是很顺手，可能拍的时候有点晃，但是大家看到多轻易就可以把这地方几个地方打开了。这个是第一步，第二步呢，大家看，在中间这里有灯的地方呢，分别两侧有两个这个东西，那分别呢也是用手就可以了，对吧？这边也是一直转，把它转到直接转下来为止啊。这基本上呢已经就差不多了。刚刚大家留意到呢，我先把这个东西遮阳板放下来。那有个小技巧呢，就是我们先把遮阳板这样打开放在旁边。最后一步就只剩下它和它了。那咱们先把这边打开，再把这边打开。哦，当然你看，如果我不打开这里的话，不把这个遮阳板打开，是不是就不太好开了？所以呢，这样子。那现在所有东西都结束了，再来呢就比较重要的，大家再检查一遍，对吧？像我刚刚这样子转开以后，不要让它影响到这两个板子之间。大家如果仔细看呢，会看到其实驾驶位，也就是左手边这块板呢，是搭在右手副驾驶上面的，那就是推这块了，推驾驶位这一块。永远呢先拆驾驶位这一块，大家仔细看这里，对吧？它是搭在副驾驶的，装的时候反过来，先装副驾驶。在这个，所以呢，大家记住，先左后右装的时候，先右后左。一般来讲呢，是一个人就可以了。但是唐大叔这只有一个人，里面一推推成这样子，然后把它拿下来收起来就可以了。另外，大家都知道，买吉普的时候呢，都有这么一个袋子，平时啊，当然没拆之前呢，是放在一个袋子里面，大大的。这个呢，就是拿来装前面顶的。那一般来讲，前面顶啊，我们就出去玩到一半的时候，如果感觉想拆顶了，都可以直接拆，然后放在那个袋子之后放在那个，车后面就可以了。现在呢，前面顶已经拆好了，变成这样子。其实现在坐在里面已经很爽了。啊，这个天窗不是说除了牧马人谁有这么大的开屏天窗？大家都听过这种恐怖的传言，吉普牧马人会漏水，拆完顶之后，主要就是在，应该是在副驾驶这一块，漏水导致的最直接原因就是第一次拆的时候，很多人没太留意这块细节，就直接把副驾驶就右边先拆，那等于说从这里硬挤出来，对吧？本来是应该这个方向，对吧？这是左边搭在上面的，这是右边，这样硬把右副驾驶这么硬挤出来之后，很可能会把这个防水条这里弄坏，对吧？所以导致漏水。当然漏水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，我们有一个就是补救的办法啊，如果真的漏水了有办法，也就是这块防水这些东西而已，对吧？防水这些东西弄坏了，换一换，补一补，什么弄一弄就可以了，没那么夸张。不要因为这个呢影响了吉普牧马人的乐趣。那接下来呢，咱们后面直接拆。如果要拆后面呢，就需要用到工具了。那随车附送呢有个绿色的小包，再来就需要用到这个了，是不是啊？唐大叔也第一次，这台车第一次拆顶，所以这个东西都没拿出来过。这个小包啊，对吧？打开之后呢，就是有这么个工具。那所有需要拆门拆顶的东西都在这里了，这个也挺好用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动手拆后面吧。那简单谈谈说一下，这里开始呢有几个钉子，黑色这个，黑色这个，黑色这个。那这个工具里面呢，拿下来之后呢，这个工具配第二个就可以了，对吧？放在这里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动手了。转完之后呢，再转第二个，对吧？再第三个。好，现在唐大叔再弄一下。那现在三个螺丝呢都松掉了，接下来我都可以用手了。转下来的所有螺丝呢，对吧？
储藏的时候呢，大家就要来到这里了。打开下面这里呢，就地毯，这里有个东西，把它转过来，然后之后这里就出来了。这里写着 roof， 写着 roof， 那就可以把螺丝放在这里，对吧？那两边呢，这个 roof 旁边两边各三个，对吧？左边右边。然后呢，一会爬到上面还要去，再爬到这里。刚刚下面是每个三个就六个，这个八七个八个是这八个放这些的，对吧？那唐大叔先把这八个螺丝全都拆掉先。好，八个螺丝呢全都拆下来了。那大家看一下，左边呢，对吧？里面三个，外面一个，右边呢都左右分开放，刚好这样就可以了。最后一步呢，在把顶卸下来之前呢，我们要来到这儿，对吧？这两块连着顶的一些垫啊什么，看到这个红色的吗？右边推一推，这样就下来了。这边呢也是一样，对吧？还有一根这个，把它弄下来。好，一会儿见。那把这两个拆下来之后呢，唐大叔呢，对吧？就是这两根，刚刚那两根下来之后，我是把它暂时藏在这里了。这样的话呢，暂时放在这里吧，或者其他的，我不想它，对吧？晒到啊，变形什么其他。那现在所有东西都好了，可以最后把整个顶拿下来了。大家看一下 ，before and after in 3, 2, 1，哈哈，成功了。那唐大叔没有买这个叫 Safari， half door， 所以呢，我这门就不拆了。当然门也是非常容易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明天出去呢，吹吹风会很舒服的。整个夏天呢，也就这么裸奔了。准备，我们现在出去这边溜一圈先。好的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呢喜欢这个视频呢，请给大叔点赞。如果觉得朋友正在讨论这个东西呢，可以跟朋友分享，对吧？如果还没订阅，当然赶快订阅了。如果喜欢吉普呢，当然可以支持唐大叔业务。如果你住在温哥华的话，可以来找唐大叔聊吉普买吉普。很高兴呢，给大家带来这一期想做很久的了，这个拖把的这一期牧马人拆顶的这么个小视频，希望大家对大家有帮助，大家喜欢吧。好了，我是白石牧马人唐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